大家好。咁咧好快咧，我哋就會喺西九大劇院度演出呢個《洛神》啦，同埋《白兔會》啦，同埋《火網反攻》啦。頭先我哋就啱啱響牌完啦。今日我覺得今日呢一個《洛神》嘅響牌咧，係咁多次嘅排戲裏面咧，嗰、那個感覺係最澎湃，因為咧、大家演員又好齊人啦，跟住音樂咧嗰、那個分譜啊，嗰啲音樂設計今日又係奏曬出嚟啦，咁自己唱起上嚟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感覺咧都係好興奮，同埋係好有 feel 嘅。係冇錯啦，我哋已經係最後嘅衝刺，希望到時見到你哋，拜拜。